上手遥控模型 RC 维修改装调车老板全都会 RC 严选台湾中部最热情的遥控车模型店，爱 RC 模型，用爱玩车，用心卖车，新竹遥控车专卖店。好嘞 ，Team Magic 15HX 这台车子呢，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了，因为呢，我其实蛮怕频道上如果再出现这台车子的话呢，观众粉丝们又觉得频道被15给淹没了。但是呢，原厂这一次呢决定出了一个改装件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很有必要跟各位分享。这是15这台车子呢好几年来有的一个通病，就是转向虚位。那原厂呢这一次终于出了 V0198TI， 那 TI 呢是颜色，它还有黑色哦，可以做选择。那 TI 应该是所谓的钛色 ，OK， Titanium Color， OK， 钛色加了轴承的转向，这个是转向连杆 ，OK。其实这个改装件哦，在精灵出之前呢，已经有好几个专业的玩家自制，然后呢做出了一个轴套的方式，已经很多人做过了，也把转向的虚位呢降低了。那这一次冒险家呢就直接用原厂改装件510198里面到底都藏了什么好料哦？就是一些垫片跟带边的这个轴承，跟两个 M3 螺丝，还有最重要的一个转向连杆，铝合金的。这铝合金呢，我希望有7075啦，因为原厂没有特别写，对，但是呢，它的用料用看的感觉7075应该有 ，OK， 应该有，还有雷雕。15专用，我觉得很简单啦。OK， 我们只要转向打到一边，有没有？然后把那个螺帽，就是螺丝啊，拿出来，然后这一根这样子伸进去，有没有？很好改啊，记得方向要对就好了。对，方向我记得是微笑面，像这样子进去。好了，我们改就知道了。来，滑出来，各位觉得可以看到，哈哈哈。我忘记这个是避震架还是什么东西了，反正之前就是有一个主意用碳纤维，然后把一个角切断，发现这可以当成我的连杆，好，然后就不管它，垫片，这也是我自己加的垫片，先拿掉。好，来，我们把这些转向系统的部分呢调整一下哈，这些联动的螺丝哦都不能太紧 ，OK， 太紧呢就会造成转向太紧，那你的转向的反应呢会变慢，伺服器呢也容易过载。所以呢玩家改装今天的510198之后呢，顺便检查一下转向是像这样子 ,OK, 顺的 ,OK, 非常顺，然后这边也是 ,OK, 检查一下，搞不好呢你手上的15呢转向也过紧了。好啦，那我们再去试一下15吧，这一次我们换个轮胎，改成12的座，我们把这个拿掉，我们换成12的座。我们去试一个 AE Team Associate 的 MT10 的轮胎，然后来看这个轮胎呢可以膨胀的多厉害，因为它是标准是 3S 啦，我们用 4S 去玩，看它会不会爆胎。搞定！如果你认为冒险家改个转向拉杆换个轮胎就想要拍一次试驾，那你太小看我了。OK, 怎么可能拍个影片成本这么低，对不对？我知道粉丝们，你们都想看成本高的轮胎，比原厂小了大概1圈1圈半，所以我们上12尺的马达齿，原厂是9哦，然后呢我们再给它上一个 Surpass 火箭马达 Rocket, 这一个呢是 3200KB 的3660。我发现哦，试驾了 15HX 这么多次，我都没有帮各位呢去试马达的选择。那这一次呢，我非常看好 Rocket RC 的马达，所以呢就赶快帮各位做个实测。这种车子呢我们就不用去上什么油感电桩了 ,OK? 会有一点浪费钱，老实跟各位讲。3660,3200KB 带一个温度感应器我用不到，因为温度感应器呢只能用 Surpass 他们家的电变。但是呢，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试飞神猎豹的车子的时候，冒险家呢是借来这边杰米车库的车，那我
不太喜欢他们家的电变反应。我不确定从那一集试驾完之后呢 Surpass 的电变有没有改进哦，但是呢我到现在还是不太敢买他们家的 ESC， 所以呢只买他们家马达，看起来外表普普通通的。原厂呢我印象中是3500，对，3500 kV 哦，所以呢降了一点点 kV 值，所以呢我们才可以去升马达齿。像市面上普通的我们这个3660的马达哦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，然后3660一律呢都是1600瓦的最大输出。KV 呢他们家有做4250、3600、3200还有2800。3660 3200 KV， 诶，这一家可以吃 15.6 以下诶。OK， 还蛮屌的。我差点讲错，好像我有读说明书。我本来想讲哦，这种马达3660哦，3000多 KV 的，通常是没办法吃 4S 的。然后呢，我接着想讲3500 KV 原厂的精灵原厂的那一颗马达吃 4S 呢是有一点极限。看来最近的马达也在悄悄的做升级哦，这么高的 KV 值。可以吃到15多伏了，那就期待哦。那如果买换马达的玩家，记得15吃的是 5mm 的轴心，不要买到 3.17 的。OK， 所以我们改了转向拉杆、轮胎、马达这样子，还有最后一个东西，就是朋友做的，给各位看一下。车壳 OK， 我们原本的蓝色，我们只是单纯的贴一点胶。哦，上一点这个拉不破的这个胶带哦，跟一些鞋胶，然后呢有一点点失败了，因为选的鞋胶呢太强了，把原厂的那个喷涂哦给弄烂。这个好像接近一年前就已经分享过了，哦，但是呢朋友呢外国朋友啦有做这个。我的天哪，影片上各位应该看不出来这什么，是一种液体哦。那其实来液体我放这边，其实这个液体的中文是什么呢我也真的没有见过 OK， 但是呢沾上去之后呢它整个就是固化了整个车壳。这个车壳基本上呢从原厂很容易破的这里到现在一整个都很难破。来我给声音才能辨认得出来哦。来各位仔细听哦，这是原厂车壳，然后呢冒险家只是贴了这个胶带，它是这样子落地的，是不是感觉很轻，就车壳的 OK 很轻。来我们试试看这个鬼东西，我真的不知道它做了什么鬼，真的是你看变重了耶，整个很可怕呢。所以呢我们顺便去测一下它这个胶，这个对，反正就是这个车壳有多耐炸，期待。好嘞，巫师三二，不会坏，没坏，看到没有？冲冲冲，零件又便宜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要这样玩？一二三，哦，有有有有有。哦呦！成功了 ！Yes， 我成功了！这就是我要的！哎、欸，下来哦！短，没坏。哎、欸，有坏吗？哦，没坏啊，还弄一个洞欸，是他弄的吗？欸，好开心哦，好开心哦，成功了耶！哦哦哦，有没有？哇，两次的前控翻，慢动作来一个，哎、欸。水哦，水哦，再来，
睡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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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一二三，来，再来，嚯，我怎么心情突然变好了？来来来，三二一，我知道为什么这么难对准了啦，这路完全不平啊！对啊，有点靠运气哦。对啊，再歪一点 ，OK， 我要再对准，再歪一点。对，你要就是很不经意的，有没有？很歪，很歪，很歪，然后呢，就不小心对准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三二一，来哦！奇怪啊，怎么就没有那个了？唉，爽。爽爽爽爽爽，来继续哦，爽了一半，呜呜，漂亮的，来一张照片，哇，怎么办？简单啦，我开玩笑的啦。哇，这车真的是太赞了啦！我靠，再来啊！几次都可以，我跟你讲，我对 E5HX 这个车款跟产品啊，我是100%的信心。OK， 来，哦呦，哦呦。来，再来，好刺激哦！呵呵呵，呼呼呼呼，跳台都烂了，车子还没烂哦！哇，三二一，干歪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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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丢！来哦！卡树上两次了，这个车好，再来几次都可以，来靠腰嘞，欸，这路好，这个路真的很不平嘞，你要开直然后加油门，真的是哇，还活着耶！啊！哎呦，干！哇，直线冲速哎！好啦，搞定他了啦！好啦，这次不行了啦，直线冲速应该很难不坏吧？啊！好啦，直线冲速断一只摆臂而已。其他好好的，哎，忘了跟各位讲哦，我改那个耶，转向的这个零件要修西丽娜，这个零件我们等了7年，我最爱的车。喜欢这影片的话呢，一样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、按铃铛，修车去喽，下个影片见啦 ，See you。